倒吃甘蔗型玩家，前期穷，后期就有钱，投资理财。不大，我觉得真的是年纪到了啦，因为我觉得打架越来越烂了、欸，是喜欢打架，可是喜欢打架跟打架强不强是其次，就年纪到了，手开始不灵活了，所以才会很多电竞选手，他们的合约都只是25、26岁，然后就要退役了这样子，所以他们才转行当 YouTuber， 就是拍一些游戏影片，然后剪成精华，然后给观众嘴。哦，我还有一件装备都还没弄哎，更变装备，我之后啦，那每次讲之后就还没做，你看，像那时候说之后要这些枪的还没有做，最重要的是我的弓箭完全出不来，因为我不知道做什么弓，我还没去爬，因为当捕是当久了就维持捕就够啦，老居嗨。欸、我看成老居妈欸，天哪、啊！我是眼镜花了还是？哎、欸，你们可以等我个两三分钟吗？我想滴眼药水。因为现在我的眼前飞蚊有点多，而且我晚上应该是睡得早啦，所以白天我今天早上是5点起床，然后去买个早餐。然后边剪片边把今天那个疯狂世界剪出来，然后剪到7点，然后就去小眯一下，然后眯到没有，就是剪完片发现身体不对劲了，那就赶快回床上躺，然后10点起床发现真的不行了，本来想说，一大早就是可能影片30分钟后结束后就开个台来赚点时数。就发现不行，不行，要死掉了。对啊，好，我先去尿尿，尿完完回来再来滴眼药水。好了，我回来了。眼药水，眼药水，眼药水。林俊祥安安。哦，我等一下订眼药水，所以聊天室会有两分钟左右看不到，然后来跟你们讲关于最近，没有啦，不是我最近我的事情啊，是魔物猎人啊，就是想玩太刀嘛，但是玩太刀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你不能贪心，不能贪刀。要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那时候不是玩要砍5下，第5下砍到之后才会提升一个等级，那个伤害等级啊。可是常常就是在第5下的时候，魔物就是会攻击你，但是这时候就要一定要接一个就是格挡招。但是格挡招呢是砍到第一，那格挡到砍到第1下，然后砍到第2下才会提升等级。那通常我一格挡之后只能砍到1下，第2下砍不到，所以那个前面劈5下全都浪费。但是很多高端玩家就是说这才是对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劈了第4下要第5下的时候，你接那格挡招嘛，总比你没有打到第5下好，你至少还有伤害这样子，就是不要被打到，你这样还有持续伤害要这样子。可是真的很难，你知道吗？人就是贪心，你看第5下要可以提升等级了，那就被撞掉。啊，尤其打完太刀又跟人打的话，就更难啊。魔物会跑来跑去，你就拿了太刀在旁边追来追去，就很击败。除非大家都近战，站很近，可是很难啊。像跟节操、HTT 跟江江他们打还好，因为大家都是近战，
如果跟像，我想一下好像玩远程的也只剩下 Nice， 就是超重棍嘛，就是他站比较远一点，然后虫子在飞，然后我们就是跟着魔物一起跑来跑去，或是有时候 HDD 会拿 HDD 或是解超会拿一个。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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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画面现在白痴哦，我现在对墙壁讲话啦，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椅子会转，然后我想说奇怪，我前面的桌子怎么突然变得冰冰凉凉的？然后我眼睛微微张开，我在对着墙壁讲话啊，白痴哦！因为你们刚刚应该觉得我讲话越来越远吧？然后就是拿太刀在后面追着跑，就是觉得很无力，想就那算了，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再拿太刀。哦，好了好了，我可以张开眼睛了。不是，很好笑是，我那个反正就是电那个就是电脑椅不是都会转吗？我刚刚就是这个，比如说是我电脑桌，我就这样子转，我就是眼药水滴好之后，莫名其妙就是想说奇怪，哦，电脑就是我的键盘怎么摸不到？然后就是微微张开，发现哎，怎么在对着墙壁讲话？怎么画面没有白白的？没有啦。就我会有那个两只脚放在椅子上的习惯嘛，然后通常放在上面就是椅子都会莫名其妙就是会开始滚，然后我也没有注意到，是直到我就是手想说奇怪怎么碰不到桌子，然后往前一摸发现怎么平平的，我的荧幕怎么了？打开一看，哎，怎么是墙壁？然后忘记吃药啦，我忘记吃药啦，贝蒂安安，刚还有谁？我看一下哦，林正则安安。还有谁？好，没有新人。好，毛茸茸安安。好，那些没有安安但是有打字的，我都会问安。还感谢你们晚上来。明天也要再去看皮肤科了啊。有人建议我赶快换一家皮肤科，因为我看皮肤科已经看半年，持续啊，因为我中间有断掉，现在又持续看，看了已经半年了，可是我痘痘没有好转。他最近是有帮我把药增加，但是前阵子是不错，可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痘痘又集中长在我的眉毛跟眉毛中间那边叫那什么眉间吗？还是眉哪里呀、啊？干！你怎么现在才出现，严先生？今天活动没了，我今天没有事情做，好无聊哦。舔地板，哎呀，不要这样想啊，很可爱哎、欸。好，换衣服，换衣服。哟，感谢生母500颗星星，感谢你。哪个好啊？这个不要，我还是给他穿。好，那这个点点就是要粉红色的。痘痘不是跟身体长大某些有关吗？忘了反正每个都是讲说不要熬夜啊，内分泌失调啊，主要是长在那个，我记得是脸颊，脸颊的话就是干吧，然后如果是你的颚部，那叫颚部吗？就下颚到下巴那个位置，表示说你就只是单纯内分泌失调。我前年就很夸张，都长在这个部分，所以那时候超丑的。那长在鼻翼是什么？好像是排尿器官那边有问题。长在嘴巴、人中那些，就是你油炸吃太多。
长在眉毛是睡觉，不是眉毛，是眉毛跟眉毛中间呢。看中医，谢苏维安安，有啦。我其实想说，如果这次真的还好不了的话，我就去看中医吧。要被中医骂了，你就是熬夜，肝火旺盛，就是火气大才会造成你痘痘蔓延。我说我没有熬夜，那没有熬夜是不是？来，舌头伸出来，你看你舌头这么白，这就是啊，舌头这么黄，这就是熬夜的证据啊！我就哇，他讲的我都会背了，想说很心虚。明明熬夜就是在工作，我就是刚刚讲，可是没办法，我的工作需要熬夜啊。啊，那就真的没办法了。那你就是真的要调整好你自己作息，多喝水，少吃油炸辣的，然后不要让自己压力太大，有的没的。眉间的话，哦，心肺那有可能哦。感谢要留言才能送，我不知道哎、欸，你要问他们，哎、欸，为什么你的星星跟其他人不一样啊？其他人，你为什么你有奖杯？感谢老 G 500颗星星，反正我就是这四年、这五年啊，好，哎、欸，这四年就是认识蔡大他们那时候那一年，我痘痘还没那么多。之后的那一年，我狂冒痘痘，冒到现在还在冒。为什么老橘有奖杯？我是送小图示的。嗯？哦，对耶，你有图哎。哦，可以选图案哦。哦，你送这个干嘛？生日快乐啊！今天是团团生日，生日快乐！你们等一下记得去团团那边喊生日快乐哦。那明天是就是云月的生日，呵呵呵，一个情人节，一个隔一天。哎、欸，这把好好看哦，这把是什么？可能是烧鸟哎、欸，炫鸟，蓝蓝的。啊，我也不知道我的宫廷武器做完了没？你喊了，你喊什么？那、欸、熊。克制强化，哦，不是这个啦，强化装备，干没有啊？哎、欸，不是，他这个提示跳啊，哎、欸，真的没有哎、欸。等一下，镜我有看到，我有听到效果，可是没有看到你给多少哎、欸，啊 ，bug 了是不是？因为有时候有人给。星给星星不会跳通知，那个时期的话，应该是你慢慢影片变多了的时候。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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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影片变多是跟巧克力他们玩，就这两年的事情啊。我有印象，应该是我家里的事情了，因为我没留言，你没留言，但是我没有看到聊天室有星星的图案。但是有听到音效啦，哦，所以我不知道你给了多少。我可以看后台吧，我看一下哦。哎，后台可以看得到，我看一下哦。进给了200块，然后是一个火焰的图案。有啦，我看得到啦，但是就是好像聊天室看不到吧。啊，是谁选大便啊？空宇。没有大便的图案可以用哦。对啊，那时候家里的压力很大，也因为这样子，我就是之后就是想要做更好，因为我就是怕配不上点点啊，因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没有办法给对方家长一些交代啊。这是阿小，大刀狼，
我想做这种的、欸，或是金狮子的啊，我有做啊，拿关刀在剁。你有选大便？我去看后台哦、喔。我因为我看蛮前，白痴，我看到了啦，原来是 Google 的问题呀、啊，然后大便。哎、欸，所以你们看得到，我看不到、喔，好吧？没有，可能是这个 OBS 只能显示部分贴图，太烂了吧？谁送大便谁完蛋哦、喔。宫廷将星，这把蛮好看的，很多人都说先做出这把，可是，哦，暴君柱头，我想问暴君头柱是什么？头柱不就是炭治郎吗？四川，然后。啊、四川我看不到，白痴哦、喔！你是想打如果没头绪吗？还是如何？什么叫如何没头绪？像我现在在聊天呢、啊，其实怎么讲，平时。哎、欸，也不是平时，我上个月也不是上个月，我这个，哎、欸，对啊，上个月初的时候，有那时候玩麦块空岛啊，那时候就是可以跟你们边聊天边做事情，因为真的太轻松了，不是太轻松，太悠闲了。其实我也可以去像这样子看一下哦。所以我没猜错嘛，是如果就这样啊，坐着嘛，那就可以开始聊天啦。反正聊天台也不知道干嘛，因为是想要用画画，可是他们还是希望我都是玩游戏为主，就是因为其他也是有会画画的人在签约啊，像。芝芝赖赖啊，跟新卡米克也是会画画的，但他们也都是没有开画图台、欸，顶多是你画我猜啦，就线上版的你画我猜，那种才有办法当做游戏，因为有互动的成分在。哎咻，好啦，换游戏喽，我改标题。他们都到了、欸，1.14.4，怎么版本变回去了？1.14.4，啊，怎么看到 SAI 啦？白痴哦、喔。嗯，王国之战1.14.4刚丢。改分类。嗯，没有啊，改分类啊，不改标题啦。其实我不知道我撑不撑得到，就是麦块地下城出来。如果一出来的话，我可以一干一整天继续玩。错吗？来了，谁还没进来？啊，我怎么进不去啊？是 TNT 的、啊，喂，1.14.4哦，1.14.4，对啊，开错版本了，没有啊，对啊 ，TNT Apple 哎、欸，订、回来了，对啊，怎么变 TNT Apple 了？啊，我账号，我开错账号了，就开哪个啊？哦，OK， 哦。你 IP 没改、
我看看哦，哎，是哎，哦，没改，你怎么偷偷改？不是说要用同一 IP 吗？他自己变了，是拍巧克力点 com 点 tw 吗？哎、你怎么讲出来？哎，冷静冷静，没有，他也掉下去了，冷静冷静，又一个掉下去啊，这么嗨的吗？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拜拜，哎，拜拜，是要停车的意思吗？我觉得是你要进去，哎。哦、oh, 有了有了有了，你在里面了，粉团要进去啊、oh, 你要进去啊，粉团要进去啊，八点了，生日快乐，耶，快来吃蛋糕，你们想吃哪一块？全部吃光光，全部吃光光，好，拜拜，小孩子才过生日，直接掉下去，我又回来了，哎、欸，今天是那个团团生日嘛，明天是愉悦嘛，还是情人节啊？真的没有，今天礼拜五，今天没有什么，礼拜五，对，今天是礼拜五，礼拜五，今天是团团生日啦，团团情人节。情人节是情人节还是情人节？你不要再乱讲，太扯了！情人节，讲什么？说什么？我不知道啊，错字嘛，懂吗？情人节呢？那我们今天就和平一点，为了要庆祝，我们没有间谍。哦耶！哦，对，然后国王呢？两队国王就已经锁定了，就是团团跟影月。好，居然我们要互杀，是不是？那既然是要庆生嘛，所以你们的食物就只能吃蛋糕。吃蛋糕，其他人要吃什么大鱼大肉都没关系，好不好？只有国王他们两个人，就算他们国王一族了，他们也只能吃蛋糕。如果他们偷吃呢？他们偷吃，官方会抓到。偷吃要插嘴。我要偷吃点其他东西。没有，蛋糕很便宜啊，这王国之战蛋糕十颗绿宝石一块。哎、欸，对耶，王国之战有蛋糕 哦，我不知道哎。有，真的有十颗绿宝石一块。哇，可以买一下。好贵哦。哇。所以为了你们的国王，团结一条心，努力赚钱吧。一颗手榴弹，要填饱肚子，一颗手榴弹就好啦。吃手榴弹，换一条命啊！换一条命帮我付。你也可以跟他告白，把他与你同在嘛。哈哈哈哈哈！哦，好。好可怕哦。也可以。然后今天那个200虽然不在，但他有提供指令。嗯，就是五分钟过后，那个结婚系统可能会变多一点哦。哎呦，完蛋了！让大家结婚结起来好不好？不会再一组啊，每次两组啊，好不好？鼓励大家结婚。突发事件，有可能你们刚结又离婚。啊！妙丽，妙丽，妙丽，这个一定是骗婚啊！马上说不合，马上离婚。我们就尽情看看，烂桃花。嗯、不会有间谍啦！耶！那我跟雨月是不是要先过来？我要先选队吗？对啊，你们两个一人一队，先选。对啊，你看你们两个一人一队。好啦，给你选颜色啦。啊，我就知道你选的。我们就随机就可以了。哎呦哎呦，有了有了有了，红蓝，有了红蓝。自选国王，你们就是国王啦。好，没问题。那你们想要什么地图啊？想要什么地图啊？我全都要，这全都要没有小朋友才做选择。我们哪一张很准？游泳啊！哦，游泳吗？好，好像你在水中有没有就可以进水中吃蛋糕？水中吃蛋糕，好累哦，肚子饿了还要回来有没有？欸、蛋糕能不能放水中啊？可不可以、啊？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试试看，加油！试试看，哎呦，来各奔东西。好，好，好。哎、欸，不对，我需要这个。哦，我们在这儿。嗯，对啊。好，我们不用动。哦，我们不用动，我们不用动。对，你下去啦。雨月，你下去啊！今天美女团团生日哎、欸。等一下，哎、欸，一二三四五，怎么了吗？这边六少一个人吗？六个，是不是 DC 少一个人啊？有啊，卢米啊，纳吉在下面啦，啊、在下面啦。被抓！我想说为什么多一个人，我在找，吓死人了。
抓到。可能是有偷听仔。偷听仔。那集完全没发现了，好好笑。哎呦。哎呦。哎，我等一下就真的要待在，如果我有空，我就待在家里不要动了。我要吃蛋糕。有啊，吃蛋糕就好了。有吃蛋糕就好。哇，那你今天生日你最大哎、欸，烦啊！我最大，等一下，我要怎么叫我？哦，对啊，我要爱你。有了，有了，有了。哦，然后你要点此开始。哎哎、欸欸，不会大家都国王吧？欸哦哦、没有。大家都国王那个血量其实也蛮可观的。哎、欸，那我不应该不能吃牛排，我现在肚子饿哎、欸，是怎样、啊？完蛋了耶！哎、yeah, 欸，设定的啊，设定太棒了。哎、欸，给你啦，牛排啦，水中自己拿啦。三尾鱼是不是？好过分了，直接丢水里耶！我直接丢水里。啊，杰瑞，我们重叠在一起了，好害羞啊！你们两个，今天这车，这个车有点快。没有啊，这个车为什么？这哪里快、啊？好像对你来说是很慢，就是。还没加速是不是？哎、欸，谁第一个挖到铁的就都给他挖哈。很穷啊，穷、欸、都没有哎、欸，天哪，我的运气有点糟啊。挖完了啊，穷、哦、完了，运气好糟、哦。哎、欸，有铁，对面也是哎、欸。啊，谁挖谁挖？你们一个挖。我没有，我没有想挖，我没有想挖。快，给你。有铁了。没有，接铁好了，我挖了。那铁矿都给我挖，铁矿都给我挖。快点，团团。然后结果团团一上去10块钱，先买蛋糕。10块钱先买蛋糕。快饿死！哎，团这边。有有有有有有，哎、欸，这边还有哪里啊？哎呦喂呀呀呀呀呀呀，还有哪里？哦，好多哦，这我这里有这里，好好好好好，几块？哎、欸，团团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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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这边刚好够啊，你们可以开始开挖了。这里开挖开挖开挖，我十块，你们挖你们挖，就让马跑去买蛋糕。哎呦，音乐可能买蛋糕啊，哎，啊，你说他可能买蛋糕吗？哎、欸，真的肚子好快哦，好扯哦，现在已经肚子饿嘞、欸。天哪，已经两格了，两格了。对啊，我已经耗两格跑十度了，怎么回事？现在摇咖呢啊？对啊，我怎么要饿成这样、啊？摇咖呢？对啊，我好可怜。快来下来挖金。我知道啦，我再走过去啊。这边有金。哎、好，挖来啊。哦，你很慢耶、欸，你慢吞吞呢、欸。没有人造路啊、哦，没有人造路，没有用。很慢呢、欸。呜。来了，哇、哦，好多、哦！对啊，快点发大财！1、2、3，好上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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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心，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贪心，贪心，哇，拜拜！贪财，贪财，贪财熊猫！啊，你好，你是不是想，是想在那边就坐在那边啦、啊？哦，我等一下挖完我就要坐在那边了。买一台蛋糕开始。你要坐个，你要坐船啊？你那边有船、啊？坐船，箱子里有船。我等一下拿，我等一下拿。哎、欸，是说他有一个是在下面，我不知道下面怎么去。挖一路挖，直接往下挖，垂直往下挖。哦，直接垂直往下挖，是。嗯。咦，我觉得他们好像到了。没有，因为刚换钱哎、欸。哦，真的吗？真的。嗯。其他人刚到10块钱呢。哦，音乐，音乐到了。哇。啊？有吗？被挖走了。哎、欸，没有啊，没有啊，没有了，骗人！你干嘛？你月在干嘛？他跟我在同一层啦！我的白痴哦、喔！哎呦，哎、欸，这都有挖到，你很开心哎、欸，都好爽啊！耶、yeah ，拜拜，拜拜，好开心啊！我要去买蛋糕了。有没有？一直往上挖，这个康庄大道干嘛啦？哦，里面真的是欧北来呢，他是不是喜欢你、啊？走开啦！在那边干扰我，真的是哈、哦。我去买、啊，我去放箱子哦。好，好、啊，好、啊。哦，这里为什么有泥土？这是在水中。欸、你在干嘛？有了，我出来了。耶、我今天要来当附魔师，我要来当上次酱油的角色。附魔大师，附魔大师。然后等一下他一直刷新我的经验值或 QQ。然后你是说一直用那个龟苓什么之类的？啊、哦，龟苓包。他一直用好了，我买2块蛋糕，我剩下生努力好了。哦、你怎么这么有钱啊？
太有钱了。我挖到的、啊。有，我乖乖的在吃哦。好，好棒，你好棒，你好棒，给你一个赞，最棒，赞，最棒。买一个技能好了，技能，技能，嗯，反正一定是无敌跟瞬移两个都要买啊，然后第三个随意嘛。嗯嗯，啊，你升那个了没？努力。哦，还没，还没，等一下、喔。嘿，我来，我来，我来。哎、欸，我按错，按到搞。好像还没在干嘛、欸？我升到二阶而已。嗯，我刚升一阶，三阶不够。挖矿时间，挖矿时间，啊啊！哇，结婚了，结婚了，结婚了，婚了你们两个，来，爱心 ，doub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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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这吃蛋糕真的好容易饿哎、欸，我爬个楼梯就饿。哦，哎、欸，发现某人哦，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哦，巧克力，才刚结婚，马上就装包，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哇，繁星，繁星没事，哭不哭？然后其然后其那个婚外情是杰克嘛，超混乱的。哇塞，原来计划通，你两百块，那为了给你一个气氛，勉强陪。哎呦，我好像看到蓝队的 ID 是往我们这边过来、啊、哦，他们想干嘛？他们想做坏坏的事、哦。吃蛋糕，吃蛋糕。你有没有这么饿啊？你咬干了呀？哎、欸，那蛋糕真的超容易饿的啦，真的是超夸张。啊超夸张吗？超夸张，超夸张。不行，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好像有点……嗯，不好，还好我的钱不被他们骗走。哎、欸，对，好险，对、啊、其实还行啊，我们只是大家都已经去升装备了。嗯，我们现在奴隶是不是还差一阶？二阶，对，差一阶，一百五。嗯。要依旧要黄金，这边钱最多。我帮你们找一下黄金，这边找黄金了。真的假的？对，这么厉害、欸，很厉害、欸。你要给我一个钻、欸，黄金之风，黄金之风。黄金倒挂你还你还纠正啊，波波啊？没事，嗯。你想了一下，你刚刚到底讲了些什么、嗯？没有，波波只是想开车，不要。我没有开车。对呀、啊，没有开车。你讲了这个，不要想太复杂，他只是想开车。对，我们想太复杂的事情好吗？哦，他既不跟我们同队好吗？秀儿 ，Yeah，I'm sure。No， 所以你就代替他的位置。No， 对，你代替他的位置了。你说，因为他既不在。对对。不行啊，我超越不了他。啊，他都说你是他师父了耶！先不要，没有没有，你刚刚前面还很开心，你现在就不要了，没有，这样不行，观众没听到都不算。好、啊，没有，他们现在听到了，他们已经听到了。哦，我的形象，哦、你本来就没形，你本来就没形象，人家只是美女。哦，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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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暖暖老挖钱了，我在挖。这边啊，这边。我要升奴隶了，是钱差不多了。哦，对，我可以去了。哇，杰瑞也很多钱啊。然后突然，我突然来一大波。哇，来一大波吗？来一大波，来大波。消费券。3600，没有啊，160。那我们等下160啊，那等下谁去消费券是2200吧？2200吧，3600啦，3600，然后分两次发，分两次对不对？我那时候就买人生第一台手机，就是用消费券买的。假的，那时候是过年被逼拿去买衣服。那时候真的是算是金融风暴，对啊，经济超级不好。我只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干嘛，那时候我在干嘛？我好像就拿给妈妈，然后就没了。然后妈妈就把你就被妈妈花掉了，然后就没了。对，哦哦哦，好多钱，好多钱！哇，你太爽了吧，太开心了吧！经济起飞，发大财，发大财！记得选我当市长哎、欸！
好，我那一票绝对不会投给你。他鸡在干嘛？他在健康装大道哎、欸，健康，他把海健康装大道填平是不是？他把那对啊，路上整个就超级，他们的路有四格这么多。哇，路米地板有金砖。杰克干嘛啊？那個、走开！打你！你们要去中间的吗？你们来中间啊！要快点，杰克要打我了，我没有什么装备啊，说实在。我要去升级，等我。来不及了。三，哎、欸，不行啦，我中间两个我不能挖。跑啊跑啊！他们了，好吧，太晚了，太晚了，嗯、太晚来了，换谁扣钱啊？哎、欸，有人三一四应该不是我，没有，没人扣钱啊，就是巧克力啊，可是、嗯、巧克力有没有挖到很多？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没扣錢、啊。巧克力现在14块啊、欸，你看啊，为什么？欸、这个师徒关系是不是？把你的钱分给他了、欸？哦，人家很有钱的哎、欸。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平，我觉得你们两个平分之后好像也还好啊。啊，对，我买技能了，八七，我在这边。啊，就好啊，比较好险，你有把钱先领出来，真的是好险、欸。我要买发光，买发光。好好好，那你发一下。我最会亮了。发光是哪一个？哦，技能书。很后面。以前呢？哎。啊，我还有50块哦，姐好有钱哦。哼嗯哼，有黄金啊！对面有金砖，哎呦，发光会转，发，耶，啊，顶发光。我决定今天就在下面挖矿了。哎、欸，我要离婚吗？我要离婚吗？你离婚搞不好钱会给他哎、欸，你认真？对啊，那不要。对啊，大几率是给他。对啊，我要死缠烂打他一辈子。那这什么鬼？太可惜了！我今天的运不错，我今天运很不错哎、欸！挖几个金砖啊？5个了吧？嗯，哇，好强哦！今天的国家经济就靠你了，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吗？经济部长，要看要怎么念呢、啊？他们是不是想不来？啊？有可能啊！他们缺美女啊，小心哦！对啊，他缺美女，他会找有脚下，你脚下，他们要过来吧？有一个是不知道是谁呢？谁啊？是哈基耶，哈基应该又有回来，哈基在出桥哎、欸。对啊，他铺康通大道，嗯，他想要，他只要铺象征两国友谊大道，不要逼我，告辞。哦，真的是好麻烦，然后只能吃蛋糕，超麻烦的啦。很棒啊、哎呦，有够麻烦。开始跟麦块官方抗议，为什么蛋糕不能拿在手上吃？对，明明这个大小的蛋糕是我可以的，你知道吗？你可以，我是可以直接吃掉的。虽然现在应该不太能这样子。对、啊，你现在这样子，你直接爆炸。对啊，所以你教练会直接冲到你家，直接说：“哎、欸，团团，你怎么吃？”我们也发光了、哦，嗯，我们也发光了。所以不要离婚就没，不要离婚就没事了，是吧？是的，除非有事件，我在等事件，自然离婚。哦，有自然离婚的事件，对啊，有爱生恨啊，力量啊，然后还有什么的，或是。吸收嘛，又什么忘记？好像力量吧，就力量啊。嗯。哎、欸，富贵要多少钱？15。我不确定。好像5块，4块吧。很久没换富贵。没有富贵，对。哎、欸，波波嘞？怎么了？哦、我身上多的钱要丢给你。啊？为什么？繁星，你的后面，你的后面，啊、你怎么那么乖啊？啊！你怎么那么乖、啊？因为我想说，每次都这样挖掉，好像很坏、欸。偶尔还是讲一下好了。